It's been a while, been a while, been a while since I've seen your face. And it's been a while, been a while, been a while since I've known what to say. But it's getting nervous for getting words and I speak in circles, trying to keep myself from saying, remember last year, messing around, we were so loud, and no try to kick us out of. Hello，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欢的厨房好物，以及厨房那些家电，就是我都是使用了非常长时间，然后非常好用，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小的东西一共有三个，大的电器类的东西有六个，那我们现在一个也开始讲吧。第一个是这个，这个是无印良品的刨刀，然后我大概买了两年左右，它非常好用，然后它应该是不锈钢的，反正我几乎每一天都用它刨水果，然后刨那些土豆啊什么的，已经用了两三年了，而且它现在还是非常的锋利，它这个握的这个手势也很好，主要是它不会生锈，再加上它一直刀都很顺，就一下就可以刮下来。我之前有买别的牌子的，它就是不好刮，刮了大概半年左右之后它就很钝，然后就很容易刮到手，然后这一个就非常好，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超级好用的东西是这个，这个是用来弄牛油果的，我之前在Bed Bath Beyond 买的，大概已经四五年前了。它这边呢，锯齿就是这样子把牛油果从边上这样子刨开，然后呢，中间这个地方，如果你是那种大一颗的牛油果的话，它中间这个位置刚好就跟那个盒或者壶的位置差不多，然后就直接卡，就可以把那个中间的那个盒给弄下来。然后呢，这边呢，把牛油果挖出来。所以我一般是会先把皮这样子削开，然后再用这个弯刀这边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呢最后再用这边给它挖出来，真的非常好用。市面上还有那些别的开牛油果的都是塑料的，但是塑料的用久了之后就会变形，然后这个我已经用了就是非常久了，然后还是很好用，每天早上都是用它来开牛油果。第三个就是这个起子，这个起子是那个 KitchenAid 的，已经也是用了六七年以上，就是我高中还是大一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因为在北美这边很多罐头它就是没有那个拉环，有些午餐肉是有拉环嘛，直接一拉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像吞拿鱼罐头啊、三文鱼罐头，它们都是没有那个拉环，所以就是要用起子这样子把它扣，然后一圈，然后就这样子转，这样子转一圈之后就整个可以打开。不过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生锈了，对，因为用了很多年，而且我有的时候用完就是忘记洗这样子，所以它还是很好用，就还是很顺很锋利，所以推荐 KitchenAid 的厨房产品都很好用，都是质量非常好，就是我的 baking 啊什么的很多东西都是买它的。然后我是在 Canadian Tire 买的，KitchenAid 的产品应该在北美就是很多很多卖家具店或者是卖厨房用品店的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对，大概就是八九块样子，也很便宜，然后很好用。然后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家的家电，就是我们家的咖啡机，它的牌子是叫 Breville， 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牌子，然后它的咖啡机很出名，我看最近很多人都有它的咖啡机。那我们家买的这一款就是三合一的，我觉得很方便，我们是在 Best Buy 打折的时候500多加币这样子买的。三合一就是它既有打豆的功能，然后它又可以直接做意式咖啡，然后它又有那个打奶泡的机器，就是打奶泡那根管子在边上，就是可以直接做 latte， 如果是直接做 espresso 加水的话就是 americano，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咖啡机就是性价比超级高，尤其是我们现在天天都在家上班，每天至少家也都要消耗就是三杯以上的 espresso 咖啡豆的量，所以它这个三合一就是一次性所有功能都在里面的都解决了。像我现在最近早上都喝 ice coffee， 就直接打一杯 espresso， 然后加冰牛奶加冰块，超级方便，早上一杯咖啡就
精神满满的上班。然后这个咖啡机它原价比较贵嘛，原价的话应该是要799加币的样子，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年终折扣啊，或者是年终就夏季的这个年终，或者是年终年底那个年终，电商打折，或者是家居品牌像 Canadian Tire 在黑五的时候折扣力度都超大的，就可以在那个时候看一下可以入。然后是三个我很喜欢用的电器，第一个是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我们朋友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给我们的，我们使用频率也超高的。这一款是飞利浦的空气炸锅，具体的型号，但是飞利浦的空气炸锅就是有很多款式，然后包括不同的容量，看你家里有多少人啊。像我们家这个大概做两三个人的一餐饭差不多，就一个菜还比较合适。我一般都会用来做炸排骨或者是炸鸡翅。比起用直接用锅子来弄的话，好处就是它不需要占一个位置，就是我这边在用空气炸锅炸我的排骨，然后我炉子上还可以做别的菜，它就不会占一个位置。然后第二就是它真的不太需要用油，我做排骨跟做鸡翅的时候是不放油，我就把排骨或者鸡翅腌好，腌好了之后空气炸锅我包上锡纸，直接把排骨扔进去，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然后排骨自己会炸出很多油，就不停的大概八九分钟样子翻一下，然后它那个排骨自己出的油就可以让它不要粘在，让排骨不要粘在那个锡纸上面。我知道这个空气炸锅在 Amazon 上面有卖，应该别的卖家电的电商也会有卖。现在也很流行用空气炸锅做炸蔬菜，就是加少少的油，你可以炸土豆啊，炸蔬菜也非常非常的好吃，也低油，比较健康。然后是两个相应的东西，一个是我的电饭煲、电饭锅，一个是我的热水壶。这两个东西都已经买了七八年了，都是我高中的时候来加拿大就已经买了。当时是还要在那个多伦多太古中国的商场，就非常中国的一个商场，我是在太古买，当时还很贵。就是我的小电饭煲它就只有这么小一个，容量是3缸米，对，当时我买了160多块，非常的好用。每一次用那个电饭锅煮完米，大家都会觉得那个米超级香，那个饭超香。我也不知道是电饭锅的原因还是那个米它比较好吃，我会把我们家米的那个款式也放在这边，非常非常非常的香，粘性很大，然后再加上那个电饭锅煮出来可能又有比较加分，就是好吃。这个电饭锅的尺寸也特别好，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为我一个人上大学准备的嘛，能最多有大概6个人就吃6碗饭，大概这个量，就是3缸米。然后呢非常小一个，携带也很方便，也不是携带，就是放在桌子上，小小一个，不是很占位置。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供你自己吃就够了。如果朋友来的话，两三个朋友也非常非常够吃。它还可以拿来煲粥啊，或者是煲那种寿司米。我之前做寿司也是用这个电饭锅来煮的米。下一个要说的是热水壶，也是相应的。相应这个牌子就是日本品牌，很可靠，然后又很好用，质量也非常好。这个热水壶的好处就是如果我想喝热水，我不需要每一次去烧水，它那个热水就已经在那边了，只要是想喝热水就直接过去，直接就有热水可以喝，所以这是我当初买它的最大原因。我买的这个是3升的，对，也是当时为了上大学给自己准备的嘛。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它还有4升的那种，4升还是5升的那种，可以选择，我就非常推荐，因为它可以随时喝热水。不过要注意的是，就是最好是把过滤水倒进去，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产生水垢。就算是使用了很多年产生水垢，在亚马逊上面有那种，相应自己专门除水垢的那种小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直接用那个放到那个热水壶里面煮一次，它就可以。水垢就没有了。最后关于相应家电的购买，在多伦多或者是在加拿大的话，我知道大统华就有好像电饭锅，然后还有现在很火的那个叫什么，相应的那个电炉可以拿来做寿喜烧的那个，
都是在大统华买单，那个地方就直接有。哦，我刚刚看到它其实在 Amazon 上面就有可以买，然后这里 review 也很高，所以直接在 Amazon 上面下单也很方便。然后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最近新入了一套锅，我是在 Costco 买的， Costco 的网购，因为它店里和网上卖的东西还蛮不一样的。我自己在网上看中了之后，我到店里去看，店里并没有，所以我就直接在网上下单，到的也非常的快。牌子是这个 Henkels International， 中文是不是把它叫单立人？这个牌子和那个Zwilling 双立人，这两个其实是一个牌子，都是德国的。这个应该算是 Zwilling 的子品牌，但他们是一个公司的。然后我买的这个是 Made in Italy 的不锈钢的这个手柄，但我不只有这一个，我那一套一共是十个 pieces， 就是加上锅盖一共是十个 pieces。 锅的话一共是1、2、3、4、5、6，锅的话一共是六个，其中有两个煎锅它就是没有盖子。这样不粘锅的话，我之前做功课最好是不要用非常高温的烹饪方式，如果我要炖东西的话，炖两三个小时的那种，我就会选择在这里炒一炒，然后就把它放到砂锅里面去炖。这个 size 基本上如果是两个人的普通的菜我都会用这个炒，但是它这一套的不好处就是它没有中国的那种炒锅 V 型的那种炒锅，它就是没有。然后呢，它这个的材质再加上它因为是不锈钢的手柄，它是可以放进烤箱的，它使用说明上是烤箱500华氏度以下都可以，我们一般烤东西就是350到420这个区间，所以是可以放进烤箱的。这一套锅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它不溅油，开到大火然后在里面炒菜，我都觉得溅出来的油要比我以前用的锅都要少。如果是我要炖一些比较大的菜，就是量比较多，我们现在是三个人住嘛，然后如果我要炖两顿以上的话我就会用它。然后呢直接拿它炒菜也可以，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那种是电磁炉吗，反正它那个炉灶也是平的，所以我觉得用平的锅炒菜它受热还比较好，要比用那种中式的 U 型的锅要受热要好一些。然后除了刚那两个使用频率很高之外，还有一个我使用频率很高是这一套里面的，就是这一个它比较小一点，像我拿来做韩国的豆腐汤啊，有汤类的菜我都选择用这个。但是要注意的是，因为它是不粘锅嘛，所以我刚刚也说它不太能受高温。如果是煎牛扒，像我之前煎牛扒的话都是用不锈钢的锅，我那个是在宜家买的一个不锈钢锅，但不锈钢锅平时拿来炒菜或者煎鸡蛋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很粘，非常粘，就是你整一个鸡蛋就在那个锅上你就吃不到，它就黑了，就在上面。因为牛扒需要非常高温再把牛扒放下去，所以只能用不锈钢锅，虽然它非常难洗。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东西，希望大家有看到喜欢的可以种种草，或者是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就给我点一个赞吧。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yeah.